感谢小幻总的十枚大飞机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感谢小幻总，兄弟们，幻总大旗刷一波，刷一波，刷一波，这一下帮我把飞机任务完成了，对吧？刚好差十个吧。感谢幻总，感谢幻总，幻总大旗刷一波，刷一波，刷一波。我的飞机任务完成了，对吧？火箭任务也完成了。感谢幻总啊，谢谢谢谢。皇子，我可能要插个摄影。皇子背影，拉到这个位置了。回复一波，瞬间回满。中路这个，说实话，必须要来的。来一杯吧。等一下，一毛好。他死了，必死，必死，一血到手。他有闪，注意，注意，他有闪。好，这个你就闪不了。OK， 帮他把线压进去。不然他很容易被皇子抓死，我并不是张大兵。好，差不多了，他应该他血池等会就好了啊，赶快抓下。牛头交了二年，和谐不打，这波和谐先不打，先杀他的金克斯，点信号，点信号，吃个药保持满血。好，抬得不错，但是呢我似乎先炸他。好，死了，这里交闪就没意思了，帮他压爆线，不要张兵啊，手要干净。好，行，走了。Oh, yeah. 两波干个成功。抢先抓两波。和谐吃了。OK， 四局节奏很好，中路这波就不抓了啊！这波抓的话，皇子会赶到的，因为我前面抓皇子不会赶得到，但我速度很快，这波抓皇子会到，小兵太多了抓不了啊，大概率是不成功。我们可以回去补一波。等我补一波装备，我在干课的时候就不用去考虑皇子的因素了，因为他就算反登我也不怕，我有装备啊，打不过我。先来一个蓝色惩戒，来个戒指，来个小黄书，再来个针眼，来个扫描，刚好钱全部用掉，舒服。上去了，没了没了没了，死了。嗯，跑了，技能应该丢失了。先刷一波大鸟，皇子在下 ，OK。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皇子在下的这个信息呢，我就要入侵了。先到他野区，把野怪扫了啊，这是最基本的，最基本的。然后到他野区做个视野。如果你发现对面打野在抓别的路，你还在刷自己野怪啊，那就没有灵性了。你先吃他野怪，这个不用管他。他要过来吃三郎的时候呢，没了，嗯，蛤蟆也没了，这他损失就大了。啊，不用理他，我五级，你还敢动作不？对不对？我不打你，哦，我没技能，我不跟你浪费蓝。好，
那这个时候我就去下嘛，对吧？我这边给个信号，我去下。这里有眼看到了啊，是大红嘛，对吧？大红嘛，那么吃大鸟嘛，没有就吃红，红马上刷。哎，放了个眼，你下路不补钱，你居然跑过来放视野，那行，那我不吃嘛，啊，我不吃好了，我不吃。这个红我现在不能打。是自己拦吧，先生六啊，先生六，他红那边还是没有打的，小心，但是他炸血鬼是抓不到的，血鬼他抓不到。好，我六级了，对吧？哇，强杀，行，那应该是这个皇子是没了啊，皇子没了，好，可以，很舒服，皇子没了。来一杯吧。咦，这么快啊？那行吧。好了吗？把他红车。又来，哎，好好好，你们钱也不打啊，你就盯着我打野，来来来，你盯吧，盯吧。你盯吧，你能怎么样？对吧？你能怎么样？你顶回去又如何？你皇子还差一会儿呢，我队友已经到了，炸开嘛就好了。我的 E 技能，哎 ，E 技能已经好了，就差了0.5秒，闪现没好的刚才啊。这波说实话，有点运气成分在里面啊。再上路，吃了个蓝，这个他打不过。我们准备小龙，是时候点评酒桶了。把红吃了，王子的血量不太健康。你要想他下一步会去哪？啊，这个杰拉可以抓一下。这杰拉可以抓一下，这杰拉真的是太嚣张了，他打个吸血鬼他居然过半盒。比较坑。好，我们把这个龙吃了，没惩戒啊，但也没关系，他们没眼，不知道我在打。收掉，可以考虑抓波下，把这红蓝 buff 拿回来。好，蓝不多，蓝不多，E大的蓝是有的，蓝不多，吃个河切吧，吃个河切，回一点蓝。打烊前的最后一杯，队友回家了，那我们吃他一波大鸟。皇子刚打完峡谷，这个要给个信号的啊，铁定要抓中啊，铁定要抓伤，好像来不及。好，我们抓一波中，血鬼已经踢了啊，我看到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这里肯定跑不了了，交闪你就白交啊。在这里，皇子状态不佳，皇子跑得快，皇子跑得快，抓不了。E大的蓝有，但是算了吧，我怕队友杀不掉，我补一波。
OK， 法穿鞋，我可以秒人了。我们抓中抓下都行，上路不管了啊，上路优势很大了，不用管他。中路是最好抓的，但他不值钱。在下，我看到了，我们先赶过去。皇子有峡谷，这波抓完他肯定要开峡谷。我们先往下走。好，这两个啊都死了，都死了，跑不了，这个位置跑不了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交给我。死了吧，应该是死了。线压进去吧，这个线不太好。压进去。好，吃一波塔皮，吃一波塔皮。是。还要开峡谷了，我们去中帮忙。中路这个杰拉我可以单吃，我有闪，他不可能躲得了。只要进入我的肉弹冲击射程范围之内，他就死了，啊，必死无疑。扫描一下，哎，这峡谷怎么样？好，先给惩戒，注意跟他后面走，跟他后面走。不行，没事没事，杀不了我，杀不了我，杀不了我，我先吃个药，没用没用没用，我肯定要反杀还，啊，我肯定要反杀，他想太多了，继续。醉酒狂暴，给个惩戒，你在这亮亮亮这里，哎，就还就那个，算了。你有没有想法？有想法你就来，有想法你就来。哎，我就这么点血，你有没有想法？我有这个知道吧？我在勾引他顶我。小兵打死无所谓，对我没有损失就是了，啊，没所谓，没有损失。小兵杀的，小兵杀的，无所谓。好，我们准备小龙，先把红吃了。时间到了，先把红吃了。这有什么呀？这有什么呀？小兵杀的呀！他撞过来，他必死。我有秒表，啊，撞过来绝对中套。他不敢，他没撞是对的。公路好像要危险。可能他们要拿龙，我先埋伏一波这个杰拉，我可以单吃他，我有红 buff。好，我们先绕过来，先单吃杰拉，喝一口酒。我被小兵挡住了肉弹冲击的弹道，这很麻烦。吃个药，看他怎么跑。好，他死了，他交闪，不交闪死了啊，在塔下的，还敢来？想好了吗？他早晚要被我玩死，这波你看着吧。好，我E好了，他离我很远，啊，那算了，还是比较害怕我的。把火龙吃了，没办法，他们上路赶过来，无所谓。你敢来抓我吗？我有肉弹冲击，他们可能要拿这个蓝，我这个不太能过去，先给个探路的。你敢吃我蓝 buff， 惩戒蛤蟆，主要刷黑暗收割啊，刷黑暗收割，这个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看看他的大鸟有没有，有，中路没闪现。皇子还有两秒，
可以考虑蹲一波皇子。皇子80%的可能性会到这里了。啊，好，他下路杀了，下路死了，下了五个头的，注意不要被他闪现骗了。好，哦，坑，这一看就知道没有。峡谷抓了，可以推下，可以拿峡谷，峡谷让给他们吧，我们推下吧，太远了。皇子一个人守不住的，守不住的。敢不敢 EQ 我？好，上当。把峡谷吃了，拍点钱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喝酒的时候不给我开金身吗？处于醉酒狂暴状态中不可以开近身吗？不可能呀。杀这个金克斯，金克斯来了，可以喝酒。好，单吃应该问题不大。开夹子，先来醉酒狂暴炸回来，跟他一起。这你能把我分开，你也是没谁了。好，炸中。我伤害非常的高，下路的兵线守一下，那兵线也把他压过去。还是死了，四成输，很舒服的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红包抽奖啊！欢迎大家参与。再来一个红包抽奖，各位想不想加入粉丝团？一张办卡就可以，给你一个牌，粉丝牌，很有牌面的，每天有免费的礼物给你，一张办卡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开启一波抽奖，你可以参与抽奖的同时加入粉丝团啊，顺便帮忙。帮我完成一下任务，一举三得。来，准备开抽，我们来一个大红包，2000块大红包，想不想要？想要吧。好，来办卡，开抽2000元大红包，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，开抽，走，火龙。啊，水龙收了，那他想要拿这个肯定是啊，我有惩的，我一波爆发是你拿不了。来，好，他不知道有眼，不着急，一追醉酒狂暴 A 他。好，那边不着急，这个站位有点差，我先醉酒狂暴。好，然后人好像有点多，或者人有点多，好，他们包不了我，很好，包不了我，我队友来了，赶到了，等一下，等下波热弹冲击。这个位置我
好的，非常好，上当了，上当了，我的技能好了。哎，怎么？哎，小兵把我炸死了，还在追这个。算了，我先出个这个吧，七个塔。在草丛里面，没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，回家了。这个没有位移的 ADC 再肥都没关系，我后面说杀他就杀他，他跑不掉的。啊，如果是那种很灵活的 ADC， 我们就可能啊很麻烦。但是这种 ADC， 他对他的站位要求太高了，他很难去把控我的肉弹冲击的。我肉弹冲击冲到他，他就废了。啊，不说死吧，最起码没血了，残血。就我现在这个装备，有大招是秒他的，没大招就废了，得打残一波。这个皇子我要把他给算了，还有红 buff 打不过了，对面阵容好像有点厉害，说实话。好，可以开，可以开，可以开，先。哎呀，那边被那个了，被风筝了，我们暂时不好搞。皇子来了，这波情况不对，赶快撤退，先杀他就够了，杀他一个就够了。好，大招连扎，先给一个滚动酒桶。这波救不了，这波救不了，队友来了，队友来了，不着急，阿里斯塔太能扛了，不着急，继续 OB， 情况，哎，别冲了，兄弟，别冲了，吸血鬼来得太晚了，好，我来了，兄弟，立大功。为什么说立大功呢？因为这波我吸引了他了，他们的，哎，你别往那边跑呀，哥们，炸开！那个 ADC， 这波我得先躲一下，躲一下，我等大招好，先给个土回口血。好，我先按 B， 但不一定回。好，非常好，来人了，是六成出，有了杰拉单支，问题不大，大招都不需要放。我太低估我的输出了，回家回家回家，我太低估我的输出了。巫妖还有最后五分钟，欢迎大家参与抽奖，顺便加入粉丝团，2000元大红包。大龙可以搞一搞，小龙马上刷，我们吃了两条。可以。哎，怎么这么多？这个酒桶，这个阿里斯塔太肉了，好，很好，逮到，逮到，他跑不了，没了，你必死。好，上面有人，上面有人，我们先杀队友集合杀的一个，给个缓速，好，喝口酒，没事，随便杀，你诓我，我躲起来。我躲到这个位置，开个金身，我醉酒狂暴，我回口血，反不掉。啊，这波杀人术好掉。他刚这个位置啊，我进不去，我要能进去就好了。距离。有点尴尬，看看啊，
们出这个吧，出这个吧，鬼书吧，撤，准备大龙。我的任务就是秒他的中或者 AD。我来了，这波杀人数有了。来来来来，留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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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家我们就直接打大龙，哎，逼他们，逼他们过来，打，不过来是不行的，我看到了 ，nice， 喂，我也被发现了，来这里，先给一套，不跟他打。他有大招可以那个的啊，那边还有皇子的，别想太多，我这波处理才是很明智的。来中路 ADC 被我偷袭，都要被我偷，好，他们人少，他们短时间内是脱节的，我还就一个桶子先放好，炸完收掉，等，不要急，等一下，好，来，你敢 EQ 吗？你敢 EQ 吗？你敢 EQ 吗？我可以把它炸回来，我可以把 ADC 炸出来，好，非常好。注意 ADC 敢不敢输出 ？ADC， 你敢输出？我炸死你！我其实你看我在往皇子那边走，其实我是盯着 ADC 的。这 ADC 我不走，他不敢上，所以我故意往上走。他上当了，他不知道我伤害有多恐怖，其实他知道。所以他离我很远，让我给他来个声东击西，收大龙，收，好，很稳，大龙收，我输出爆炸的呀，还有最后1分40秒，欢迎大家参与抽奖，2000块大红包，不要错过，阿迪斯塔来了，他来是送死的呀，抢不了的呀。他没有大招，你懂吧？他没有大招，你懂吧？这你还能把我们龙抢了，那我真的，我这个打野就一头战死。这你还能把我们龙抢了，一抢太多，一抢太多，都得死，都得死，不要急，先 OB 顶一下。醉酒狂暴都得死，滚动酒桶，醉酒狂暴就杀你，给我回来，叮，不要太强势，冲着玩化了，出神入化，懂吗？好，一波，好像一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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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